肖总，还要告我吗？戏演得真不错，我看老广都被你气疯了。那我能当个影后吗？好啦，到底查出来哪些人参与了吗？还不是林叔他们那帮人，仗着跟董事长多年的情分，倚老卖老。但这次他们做的实在太过分了。哎，这次真的谢谢你了。我可不是为了你哦，我是为了我的公众。所以以后有消息还是得告诉我吧。哎，别人家的女人呢，都要他们男朋友给他们买名牌包、买车什么的，只有你叶繁星，要消息，要消息。所以，我不是别的女人。好。虽然我不是别的女人，喜欢那种奢华的东西，但是也不代表我不期待礼物哦。我哪敢忘记啊！那这次去新西兰帮你准备的。哇哦！我还真是喜欢这种来自大自然的礼物。好了，我会好好珍藏的。嗯。一直都说要去旅游啊旅游，看来短时间内是实现不了了。啊。嗯。繁星。嗯。你这样当我的秘密女朋友，会不会觉得委屈啊？那肖大总裁偷偷摸摸当我男朋友，不觉得委屈吗？我觉得特委屈。嗯。叶主播，叶主播，叶主播，别回头，有人拍照。